never seen before. Where endless skies meet city lights and dreams are born. This is my place, this is my home, this is my heart where I belong. This is my town, the snow, the light that I know. This is my town. 这个夏天走出去啊，安省旅游套票由119元起。我叫叶国基，是现任的世界台湾同乡会的会长。我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也担任过加拿大同乡会的总会长。我目前继续在多伦多社区在服务台湾啊侨民。好，今年是台湾同乡会50周年，有什么庆祝活动啊？今年特别是50周年半世纪的一个庆典活动，就是我们扩大举行同乡会的年会。这个年会是每一年固定在夏天轮流在多伦多、温哥华或是渥太华举行。那么今年刚好50周年，是在多伦多的担任会长，所以我们今年在Humber College 举办2天半的大会跟研讨。时间在6月28傍晚，一直到7月1号结束。在那个 Saint Catherine 已经太远，不是太远，没有位置。好，今年特别的主题是增进台加关系，确保台湾主权。过去50年来，台湾同乡会的发展怎么样？在50年前那个时候，早期是由留学生举行的组成的。那个时候他们大概差不多是25、26岁的年轻时代。那么经过这个漫长的这个50年，那么他们也把他们的心力不但投入他们本身自己在这边的工作也同时把这个民主的思潮那么带回台湾。海外就是说海外的台湾人对于推动台湾本土化的民主有没有什么贡献呢？海外台湾人特别是因为经过欧美这种自由人权这种思想的洗礼，所以非常重视这种价值。那么面对当时台湾在戒严的非常恐怖时期，那么他们认为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把台湾迈向国际化迈向的最高价值的一个步骤，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推动台湾的民主自由。听说以前有个叫有黑名单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回事？那个时候因为海外台湾人士关心自由民主也关心台湾，所以只要有从事这种活动，那么国民党会认为对他们是一大威胁，
所以把这些人认为拒绝往来，不能够申请不能够申请回台的签证，所以导致有这个黑名单啊这种现象。那个时候甚至于他们有的父母亲过世，他们也不能够被禁止，他们也不能够被允许回台湾去。有个说法说，离开了原居地会更爱国，你怎么看？这是没有错的。出来国外越久，那么对本土本地的这种思念会更深切，所以对那边的爱也会付出更多，更甚至于用行动来表示。那么你是第一代移民了，对不对？我算是中生代移民。中生代移民 ，OK， 中生代移民。那么对于在海外出生的台湾子女，他们将来的会怎么看他们的你们的原居地啊？在国外出生的第二代台湾人，他们本身因为跟台湾也比较疏离感，所以他们还是认同本身是台湾人，但是他们的比较重大的目标是放在能够落在本地落地生根，加强台湾跟加拿大的关系发展。